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少奇，今天给大家拆一个童年的回忆，旺旺大礼包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上旺旺。在开之前，我给大家吐槽一下，这个旺旺大礼包，我过年的时候也在超市里看了，卖49块钱。现在已经过了年几个月了，然后去超市里买一模一样的大礼包，现在多少钱？大家猜一下。现在只有20块钱，便宜了一半还要多。旺旺公司真的很赚钱啊，超市里即使把它原价降了一半还是可以卖，还是赚钱。看看里面是什么。李旺义更旺，送你送旺旺。广告词打得不错啊，这个真的很成功的一个广告，和脑白金一样洗脑。小时候谁有个旺旺真的特别令人羡慕。我们来拆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酸汤肥牛味，旺旺大礼包里面还有方便面，而且是酸汤肥牛味，好吃的嘞。还有一个旺旺大米饼、旺仔牛奶糖、旺旺果冻、小包的旺旺雪饼，这是旺旺的一个类似薯片的东西。旺旺小小树，这个广告之前打得很火。旺的小薯条、酥米条，还有旺旺的泡芙、旺旺果冻、果肉果昔，一个旺旺调制鱿鱼烧，确实是过年的时候卖的啊。它还有这个窗花呢，窗花送的，这个应该时间买长了。这一个大礼包里面总共有12袋东西，20块钱绝对是超划算的，划起来2块钱一袋都不到。这些小零食小酒店肯定都不止2块钱，这个方便面就不止2块钱，肯定都不止2块钱。现在买是特别划算的，因为他们都是过年的大礼包装，现在已经过了年了，就是超级促销了。我感觉还是即使超级促销，他们还是有的赚，只不过赚多赚少而已。我们来尝尝一些，开一下尝尝。对，旺旺确实和其他饮料不一样，它有它自己独特的味道。旺旺奶糖和那个旺旺饮料味道，旺旺饮料好像就是旺旺奶糖融成的汁的那个感觉，和旺旺饮料一个味道，很浓很浓的奶味。这个味道还和以前一样，没有过期反正。还记得以前小时候经常看那个旺旺的广告词，3年级2班的某某某，你妈妈给你带来了一杯旺仔牛奶，然后小孩流着眼泪哗哗的过去领牛奶去。啊，那个广告词真的深入人心啊，当时真的有一瓶旺旺牛奶引以为傲。啊，还得喷水的。旺旺的产品饮料还有果冻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甜，齁甜，就甜味特别浓，酸味其他的杂味没有，就是甜。这个不能多吃，尤其有糖尿病的更不能吃。这两个有独立包装的我就拆了尝了一下，其实这个是我妹妹买的，她要上学带走了，不能给她拆了，那个拆开了她吃了口感就会变得不好了。这就是20块钱的旺旺大礼包，还是满满一桌子的。薯片、薯片、大米饼、旺旺牛奶、小果冻、果昔果冻、鱿鱼片、方便面、奶糖、奶糖加薯片，哦，奶糖、奶糖加泡芙，就这么多。总体来说，现在这个价格旺旺绝对很划算的，旺旺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可以评论转发。如果有什么想让我试吃的或者试玩的东西，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我是少奇。